因为他们跟我约是跑0到400公尺，谁加速比较快啊？他们现在的记录是8.93秒，他的记录8.93秒啊，亚洲记录是8.62秒，哦，我们的目标要破亚洲记录了。他们跟我约是跑0到400公尺，谁加速比较快啊？他们现在的记录是8.93秒，他的记录8.93秒啊，亚洲记录是8.62秒，然后我们的目标要破亚洲记录了，啊，亚洲记录如果有破的话，我们做一台破世界纪录。那现在目标最少怎么样都要破8.93秒嘛？啊，这样成本到多少？再开起来呢？7-8万吧，就是一台车子的钱。0到400公尺，关键在第100公尺，啊，其实后面200到400，大概都1000多匹了，差不多了。就关键在起跑谁跑得快嘛，是轮胎跟起跑的引擎转速，还有起跑的涡轮压力，还有轮胎的胎压，反正就是要把0到100最好的条件试出来，对不对？0到100条件怎么样是最快的？